石榴师姐哈，她一直都在叮咛着我们，雪隆慈善哈，一定要跟紧台湾的脚步。所以今天我们回来了，最年轻的有25岁，最年长的呢是83岁哈。在疫情后不久，推动了一个守望相助纾困计划哈，主要呢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家庭。那我们连续做了3年，一共援助了将近5600多个家庭。疫情后呢，我们慈善的这个福田扩大了，透过资深的带资浅的，也透过社区的这个带动呢，这几年来了投入慈善访视的工作人数呢就增加多了700位。因为心疼当地的孩子哦，所以我们开了课补班，希望为这些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。孝云、阿伦他们小时候总是穿着破烂的衣服啊，到我们课补班，志工看了就很不舍，我们会找来了二手衣服、鞋子、书包让他们带回去。如今已经21岁的孝云，再过半年他就是正式的警察了。立地是要做海军，因为他们说他们要保护家人。看到了年少或者是年幼的孩子们，每一个孩子啊的命运都不一样，这就是因缘。因为呢，菩萨的心啊，关怀天下众生苦，我们有这念心，所以呢，很自然的就会接触到了许多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人。我们呢，要把握因缘。我时常都跟大家说，因缘啊，因缘不可思议啊。人生啊，来人间啊，都是有因缘的。菩萨呢，他不放弃任何一个苦难众生，所以呢，菩萨要接触众生，因缘就会偏多。假如呢，我们闭了眼睛，守了耳朵，不听不见，这样的因缘也会过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会失掉机会了，失去了机会。明明这个孩子只要你伸个手，他被拉拔过来，也许这个孩子呢，将来啦，是人间的福星。那你失掉了这样的因缘，失去了这一念心，也许这个孩子呢，会堕落，总是呢，在人间呐、啊，那胡乱的人生，就会对社会很多的乱象。所以说要成就一件好事，就把一个人是在我们的这一念心，或者是呢一念心，这缘总是我们这一念心没有启动，所以呢这一个人将来了是危害人生。八生之会，我们之前也遇过土匪，他拿着刀上门跑进来，就喊说打抢打抢。然后当时我们的师姐大声的告诉他说，我们是来帮你们的。匪徒听了马上说，阿姨对不起对不起，就跑了出去了。弟子的车也曾经被打破镜子，物品很神奇的隔天
全部退还包好，掉在我家的大门哦。物品里面也不过是功德款，还有会员的一些收据。所以呢，各位菩萨，我们平常只要心不离菩萨道，行动不离菩萨，你们心中有一个佛，你平常就是有行菩萨道。歹徒啦，他看到你的启动，你的一个声音，他心会震撼，会触动他，就亲像见，好像呢，他见到了，一刹那见到了，见到行道人，行道人就是菩萨，他见到了，他就会起尊重心。你的学菩萨道啊，有在力行，所以呢，让他看见了那一种触动他的心，你那一分的那个气，就是福气，先呐、啊，有善念的这一股气就被发现，所以把握因缘。要身体力行，在菩萨道上，没有行菩萨道，那总是呢，永远呐、啊，都是在迷糊中。因为我们有好因缘，你有文化，你有好朋友，一有啦，那让。你知道，知道慈济，让你呢启发你的心，所以你身体力行，所以因为这样的好因缘，所以那花心力愿。这一次这么大年纪，我还能够回来见上人，所以我觉得很荣幸啊！上人啊，我要祝福你法体安康。常住世间，法轮常转，弟子要发愿生生世世跟着上人。对，好好哈，要跟好。上人了，我一定会跟好上人，我一定听你的话。无常呢，静悄悄的来敲门。这个无常让我呢有点措手不及。也就是说呢，一个很简单的喉咙痛发烧，然后住院检查，结果就是洗肾。经过两次的洗肾以后呢，毒素下降。在这个期间，我很感恩所有的这些法亲家人哦。弟子要向上人忏悔的就是，每次都会以一个盲字，然后没有用心熏法香。从今以后，弟子会用心的在这一块。听到说，熏法，熏法。你一定要心化，因为呢，你好跟师父很有缘，要不然呐、啊，你们在马来西亚跟台湾哈、哦、是3000多公里，师父有这个因缘，普及给大家，共同一心回归来，从这里做起点。大家呢，到每个地方，总是佛法去弘法利生。你们带着师父讲的话，也会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分享。你给他做主持，各位菩萨，爱的能量啊，总是呢这样的容易普及啦、啊。这都是因为我们有因缘，有心法，有文化啦，心中有法，很清楚呢。菩萨来人间，是因为呢，被拔除天下
苦难。所以讲哦，我们有花心绿叶来的啦，有缘的呢，我们听得到、看得到、救得到，这就是立心乎前，要先解众生缘。没有走过菩萨道啦，还是离佛远远的。好，请大家呢要花心立愿呐，造福人间，造福人间。所以呢，一支脚是修好，还要一支脚呢修慧，好慧好慧啦，步步精进啊，叫做好慧相修。